没有，我们烧到来这么一个圣诞愿望是什么？我就是，哎呀，那么快，真的有在录呢？哎，真的，我会帮你放到 YouTube 上面。哎，你知道？我今天早上八点钟就上班了。我要那个要预备啊，韩国展有那个辣椒粉。来坐坐坐。叫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钟伟啊，钟伟，钟伟，钟伟。我只记得秀玲讲的那个绰号。你哦，害我又忘忘。他叫杨钟伟啦。哦。哦，真的哦，那么有名，好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啊，住在这边啊？就秀林的小学同学。那个住德明市场的。哦，那欢迎礼拜天来。哦，灿坤那边哦。对啊，现在正在高雄做事。是打火兄弟啊？第一建设。对啊。是手上穿这个样子，不是打火。你是消防队员吗？消防队员。有登记的，登记的。在卖那个建设公司的，他是那个啦，土木工程师，他说他做的，真的，对，所以请教一些土木的问题，可以问他，他很厉害，买房子就找他，买房子找他，我讲的是技术面，买房子对，你要看内部的那个就找他，内部结构，对对对，那些他会分析，意思就是他有透视眼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看得到那些管线，因为他是建商，他知道建商搞哪些把戏，他有包商搞哪些。了解，所以他是专家，要买房子要找他看一下里面那个。啊，可惜今天玉中姐没来，就应该把他介绍给玉中姐。玉中姐怎么没有来啊？哇，蔡什么？蔡玉琴。对哦，美琴呢？要上课，都要上课。哦，要上课啊？对啊，要赶到屏东上课。上课了，今天不上了。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大家都吃饱了哦，吃饱了，有人都快睡着了，不要吃太饱，等下唱歌那个气不够。好，我们起来活动一下，唱一下我们昨天鲍佳音的诗歌，大家起来赞美主，我们就唱一到五节啊，大家还熟悉哦。
Thank you.
谢谢主哦。好了，我按掉了。